然是很关心哦。这个年龄是容不得差错的，希望他一切都好。所以他也没赌博啊，也不打麻将啊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是在生活中发生什么困难？我到最后还走到这一步，全心全意 ，focus， 你的做得到吗？当然，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，相信我。最好不要被拍到。白冰冰心疼陈英杰肾衰竭，败血昏迷，对高凌风爱儿下尽爱力。我老实讲哦，我现在看很多八点档，我看得很不习惯。现在不管是演正派的、反派的，一个演法就看着进了。是呀，阿拉伯。看不惯八点档，冰冰姐干脆自砸6000万来拍，正准备开始筹备忙拍新戏，不晓得最近有没有空关心好友嘞？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在八月底入监服刑后，8号被传肾衰竭，被送至加护病房治疗，目前仍昏迷中。身体这不谁也帮不了，我们都是从年轻就努力到现在，大家多少都有积攒一点，多或少。为什么会缺了？因为我曾经有一次，这个。我学会打麻将了呢，我学会了。他说啊，我盖呀，我不怕。说他也没赌博啊，也不打麻将啊。说到底是怎么样？是在生活中发生什么困难？我到最后还走到这一步，当然是很关心啊。这个年龄是容不得差错的，希望他一切都好。祝福英杰大姐一切都好。回到新剧话题，我真的觉得很感谢冰姐给我这个机会，在视觉上面也会是。我相信会是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体验。视觉是会脱敏，以及黑的视觉。哎、欸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赶快去练。哦。平常比较没有在看戏，最近比较知道。会期待吻戏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哦。对啊。Google 这样子，第一个跳出来关键字是什么？绯闻。宝弟果然很懂自己，5月份才被周刊拍到甜美女孩依偎在肩上，今天宝弟也正面回应绯闻啦。所以是为了这部戏跟女朋友分手？没有了，本来就是朋友。牵手是一垒是吧？亲嘴是二垒嘛？那三垒是那个嘛？那放肩上是算几？1.5。肩上算，我刚打出去，还没跑。我通常被拍到，其实都是很多人。对，但是就是会被截到，哎，可能我跟两个人，就我跟一个人这样出去，但其实都是一群。我觉得戏拍完了再好好去谈吧。拍戏的时候你要去爱我戏里面的，包括爱阿嬷啊。对。你现在这是你很重要的一部戏，我也不希望他分心。你谈恋爱一定分心，啊，后边又回一个，啊，我想对方一个台词转不起，全心全意。Focus， 你的视觉做得到吗？当然，做得到，相信我。最好不要被拍到。